故事里有他和他爱的女人，男人常常说幸亏遇见有我，冬天来临时往他的怀里躲。躲了躲了躲不过我的躲，想呀想呀想着幸福是什么，是来自于童佳慧哦，同样也是呢带给他人生哦非常幸福很重要的一首歌曲。从此以后，没错，对啊，从此以后我们的君阳哥跟我们的文轩，对不对，叫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童话故事般的美丽。对，好的，那么呢